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让大家体验一下，它怎么拿来做这个线上会议，好吧？来，你看上面这里有没有左上角，是不是有个当做邀请？哎，所以我就可以按一下。好，现在正在产生连接中，有了，我把这个复制起来。不过呢，我们的这个，好，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有没有？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好，首先你来看看这边。好，我们比较一下，就是旧版本跟那个新版本。好，我们现在看新版本这里。首先，刚刚我们可以用它免费房间，这个没有问题。那新版本的话，不管是桌上版，好，就是因为新版本的桌上版就等同是 Web 版啦，只差在什么？就是刚刚同学问到的那个问题，能不能当虚拟摄影机？那你看，它线上会议的时间就是40分钟，哎，因为疫情过后，大家都是 像 Google Meet 免费版是不是60分钟，对不对？然后以前还有一些那个，也是线上的，大家都会把它限制在大部分都是60分钟以内。好，然后你看每次最多5个用户，所以它基本上免费的，啊，或者说，它不是强调像我们 Google Meet 啦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它是比较属于小型的，好，这样的一个线上会议，我实测过，大概是5到10个都可以啦。但是你可能如果20个啊，或者超过10个以上，它相对 delay 就会比较严重一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做录影，对不对？那线上版的，或者是我们现在新版的桌面版，它就是每个月最多录5个档案，但是每个长度就没有限制，所以你录1个小时也算一个，好，录10分钟也算是一个。然后呢，它的录影档案会传到云端，所以你录完了之后呢，就存到上面去了。你要再到云端上把它下载到电脑。那旧版的就没有这个限制啊，你看录影的数量啊，然后长度不受限制，而且录影的档案是存在自己的电脑上。哎，这个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因为毕竟它提供之前都是免费的服务嘛。那他们现在也会有营运的压力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呢，就是有做了一些，就是免费方案部分的一个限制。不过其实说真的，以各位不是每天都在用的，其实都还好啦，都还好。老实讲，我自己一个月也没有录那么多档案，所以其实你用不管是线上版的，好，就是新版本，或是桌上版的新版本，事实上都 OK 的。这样有了解喽，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刚刚这边来喽，来你看一下哈，来，现在我再回到刚刚，这里，哎，我刚刚已经把这个连结复制好了，来，我们就找看哪几位同学可以连线进来喽，哎，我把连结给大家了，你打开这个连结就可以出现在我的画面上喽。好，坤章进来了，有没有？我就允许他进来。好，允许。好，还有一个同学也进来的。好，再来2位同学，唐丽进来了。对，你看，你看。有没有？好，有人 OBS 的，有没有？好，然后这一个的，来这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数其实已经超过5个人，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有问过他啦，哎，我说哎，超过了还是可以用啊。那他的给我的回复，好，哎，龙龙你好，哎，hello，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跟我们用 Google Meet 不太一样？人头就会出现在这里。好有，好有趣。对，真的真的，你可以讲话，真的。好，那你看我现在背景现在是这个嘛，那我就切到这边，比如说我切到这里，
大家是就变了，对不对？啊，其实我鼓励大家，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网络像摄影机打开了。哎，对，你看，你们是不是可以跟我一样同步操作？这个你好，不是我移动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分享东西，哎，你就从这边上传，对不对？哦，甚至你分享你的荧幕画面，这样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有比较同在一个办公室、同在一个地方的感觉？所以虽然说它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哎，没错没错，你看有同学把 GIF 拿进来了，哦，就是那个 GIF 的这个部分，哎，我帮它缩小一下。哇！哎，对对，这是他分享的。这位是坤章同学吗？哎，所以哎，你，对对对，好，所以如果你增加文字也可以，或者是你要分享你的档案，还是分享你的画面都 OK 啊。哦，比如说你看我这边把，好吧，我们再请李小龙进来一下喽。对不对？你们那边就会同步看到，而且我们这样在讲是都可以。那我现在我就再把我刚刚的白板打开哦。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我先把它删掉一下。我把白板打开，就是它的绘图。来来来来，各位，你们现在就可以试看看喽，有没有？对呀，我们就好像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用。其实这个也是他一直以来一直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啦，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的沟通工具会跟我们面对面越来越像，而不是只有很单纯的就是 Google Meet 的那种感觉。哎，对呀，各位不要客气啊，你可以画看看啊。好啊，滑过去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工具。如果你觉得这样笔太大只，它也有比较小只的。好，下面这里有比较小只的，你也可以用啊，也可以换不同的颜色。啊，我把它放到最大，哎，我把它放到最大，哎，对不对？这样有没有比较参与感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个阶段了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它本身，你从下面这边有看到的录影啊，你看我把这段录制起来好了，好，倒数了对不对？好，那你看我在这边我就可以把它录下来嘛。那各位呢，你做的这些内容啊，或者是来我把它缩小，然后你有分享的，通通都可以。那像下面这边，你看。像龙龙他有开麦克风，我们这也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好，也可以看得到他。然后呢，建中这边哎也有，好，那其他的这边有静音的，他就帮你排在这边。你们的位置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帮你调整的哦。什么意思哦？就是你的那个大头的位置，我可以调整我的，可是你们的我是不能够调，所以是你自己决定你要出现在哪里。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可以试看看哦。如果你进来了，你想要移动一下位置，你可以自己调看看哦。对，大小都可以调，有没有？哎，就是像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它跟我们一般使用这个标准的这种线上会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OK，好。来，我这段就把它停止。来，你看一下，你看它就录起来了，有没有？那你就可以像我这边就很清楚哦，这样子。那你可以选择看你是要舍弃，还是要继续录影，还是要把它保留起来。你如果按储存，它就会帮我传到云端。OK，好，来，我确定。好，给它一个标题。OK，
然后你的权限，对不对？我就先设成这个，好，不要分享，OK，好，这样就好了。哎，那如果你要设成大家都可以看的，你看我点到它，就是我刚刚权限是没有分享嘛。那如果我后悔的，我就把这里打开，哎，让大家知道这个连结的都可以看。好，你看这样就好了。好，我把它存起来。OK，那么我把这里。哎，对了，如果你要把那个影片下载下来，就要从这里有没有一个 download？好，我先把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好，我现在把它丢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区里面，好，聊天室。好，来，Monica 有注意到的，大家都秀出人头，会不会造成网络卡卡的？这就要看你的网络。好，但是如果人太多，它也会有。啊，也会哈。好，庞丽说有温度的摄影棚没有错，没有阶级，呵呵，所以这不是给那个会来乱的人用的，适合讨论型的，啊，适合讨论型的。这样大家有没有都看到了？应该 OK 的啦哈。所以这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其实嗯哼的操作不会太难，它比较像是。我们的什么？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像不像我们在做 PowerPoint 那种简报的概念，对不对？好，你只要我今天在这边是一个，那我今天如果切换到另外一个投影片，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这是另外一个啊，再切过来，他们也会跟着过来，所以你那边你加入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哦。我的不同的内容就是这样直接切换的，而且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切换不同的投影片的时候，我的外观的设定也会跟着改变。也就是说呢，我的外观的设定会随着我不同投影片它的设定而自动调整。啊，所以你看我这边用的是圆的。可是我到这里的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我是用这个自动去背的，而且我的大小放在左下角，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什么，需要做调整，对不对？好，也许我的内容刚好比较靠近这一边，我就要下来一点。那甚至呢，我可不可以不出现？也可以啊。如果像刚刚那个建那个。有位同学是看起来有点半模糊，有没有？他不好意思完整出现，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叫淡化，因为他给我切这么样子，所以你完全不出现也可以啊，就把它是不是收起来？这样就完全看不到啦。好，所以在这一块你也可以就是做调整。好，那像我这边如果这个不想出现，我就把它收起来。好，现在呢，我进到这里来，这有出现的，进到这边来，我哪一个是消失的？我看一下，这里，我的消失的是哪一个？好，淡化，啊，对，有没有？这样就没有了。OK，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线上版的一个操作方式。好，那。这个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请问到这边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好，昆章说会比较沉浸在里面的感觉。对啊，所以其实线上会议，好，妙如，等一下我们休息哈，我把这一段讲完，我们就休息10分钟哈。所以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为什么他当初想要。给就是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啦，因为远距是一种方式，可是呢，太过制式的，大家都没有创意，就会觉得好像你穿衣服都是穿同一件，有没有？每天都穿同一件，用久的也会比较枯燥乏味一点。这样
OK，好，阿坤章提到有没有可能 Google Meet 全面换成这个？当然不可能啊。哎，真的真的啊，其实像 Teams 也有一个，就是叫做在一起的模式嘛。但是 Teams 的那一种就是有点假啦，吼，所以大家刚开始很新奇，但是后来其实真正有用的其实也很少，都只有什么啊，一开始啊，大家拍个照，或最后结束，大家一起露脸拍个照，大概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反而真正用的机会比较少。OK，好，那我们现在10:36了，我们就请大家休息一下喽，我们大概休息10分钟，好吧？好，那这个我就把我们家的这个丢过来，哎，准备休息10分钟喽。